来试试吧。这样说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土妹子，今天上来跟老爸种一些土豆。我们甘肃天水称为土豆王国、瓜果之乡，所以每年种土豆是那个我们农民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啊。土豆也是我们的主食。土豆子就是发芽的土豆，然后你看里面上面只要有这个发芽的地方，弄个小角，然后就可以成长了。这半亩地的土豆终于种完了，我们一家人可以吃一年了。